我很久没有点这个模组键了，大家建议怎么点？直接注五点吗？还是先试白的，再试这个祝福的？大家，我们今天会是多少呢？不要啦，来，我们点下去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出来吧！哦，碎啦！直接跳加三，碎啦！啊，赶快出来吧！找你去飙弓箭，别！你看我的血，你看我的血跳得跟什么一样快？好，我现在打的是试炼之身啊！别！目前来到哦，中碎了，好中了、哦。然后现在右边最右边这个啊、哦，我们听。最右边这个也是我们要的，哦，这个也是我要的五官的斗篷 ，OK， 很好。砸板扣开了 key， 出力，没错，就是出力。哎、欸，中了，碎啦，中了。好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给他放一下呢？他到底会跳加五还是加四呢？我们就是要这个革命啊！就是要革命，洪水不多，趴了也甘愿啊，你就跳一个加五的给我就好了哈。那这一次呢，我希望一次可以跳加五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， 开枪！断加四，这张柱是坏掉的，加四啊，加四。这个已经充了两张助攻哦，这个可以的，完全可以，这个完全可以。好、哦，他给我任何一个我都可以。好，麦克转了。好，来开盾了，好了，开盾的话我今天就去充盾，好不好？我有住房，我还有红房。开盾的话我们就去充，来开。开。诶。房哦 ，yes，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挑个良辰吉时啊？好，不要，我们就现在吧。哦，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还可以，现在应该已经决定了吧？哦，如果是粉末还是现在已经确定了嘛？我刚忘记开那个视窗前看了啊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有在打怪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听一下。哎，不对啊，我刚才换成雷雨的啦，因为我现在听到我现在听到雷雨的那个声音。来哦，数到三，我就要把它开起来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！哎，过了。哎，跳一 ，OK， 好，OK。哇，可喜可贺，跳一。